国家电竞队带来了好消息，但遗憾的是，其中一个有望夺金的国家选手却错失了奖牌。他就是我国的武术好手陈信元。曾经在柬埔寨冬运会摘得铜牌的陈信元，在今早杭州亚运会的太极拳和太极剑的项目中表现不理想，只能够排在第七名。陈信元在太极拳项目当中打出了9.733分，太极剑则是9.716分，两个项目加起来一共是19.449分。这项比赛最终由来自中国的高浩南以19.666分摘金，香港的许德恩和菲律宾的因索则是紧随在后。